人气女演员王小晨被誉为都市情感剧女王与男神收割机，代表人导师的深入人心也是正在热播。好，我们欢迎刘宪华来，我们先拍照好不好？我们黑点的这个地方好不好？我们先请所有现场的媒体朋友老师来记录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再次欢迎刘宪华来到年度先生盛典，又见面了哈。那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忙，一直在当这个导师，对不对？深入人心也是让大家是记忆犹新，今年也是非常火的一档节目。你作为导师，个人最喜欢哪位学员？哎呦，这个有点不好说，因为都有他们的自己的魅力啊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个节目，深入人心。除了关注深入人心，还要关注你，对不对？你本人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跟安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？明年首先会有两部新的电影会上映，所以对，然后也会有我的新专辑很快就会让给大家听。我们也期待你新专辑的问世，再次谢谢您来到时尚先生，我们内场休息一下好不好？稍后见。